有事儿？刚才警察是不是来过了？啊，来过了，走半天了。我是不是对人家态度不太好啊？是啊，有点过。怎么能这样呢？怎么能这样？怎么能这样呢？你根本就没住院，你也就是崴了脚去了趟医院，连挂号带取药前后也不超过一个小时，那剩下的时间你都干什么了？我再想想。痛痛快快说啊，别编啊，别编。对，瞎编我们也能查得出来，还是省省吧。侦探片里的情节今天怎么让我赶上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要想证明自己没干坏事儿，就必须实说没干坏事儿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嗯，那要想证明自己清白，这必须说出隐私。你们说被人怀疑和被人家嘲笑哪个更糟啊？说真话不一定被人嘲笑，可不说实话一定被怀疑。我还是不想说，我有权保持沉默。别玩了好不好啊？谁玩了？我这是思考。思考？思考就是思考。电影里的警察一思考就抽烟，我就不能玩点新鲜的？哎，刚才刘馆长来电话了啊，他一个劲儿的赔礼道歉，说他对咱们的态度不好。听那声音啊，我觉得他都快哭了。他酒醒了？他本来也没醉。酒醉因人而异，也许他醉了，别人没看出来。我不跟你讨论酒文化。那两个嫌疑犯，三个，第三个就是酒。怎么又是酒啊？这东西怎么玩？我跟你说啊，这案子里边酒精起着非常微妙的作用。哎呀，我们回来了，有吃的没有？我说饿了，前心贴火心了。我去给你们买吧。有什么进展？这附近啊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物证，人头依然是没有下落。经过调查呢，有三个人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，侦查以后有两个被排除了，不具备作案条件，就剩下一个了，叫李忠，性情暴躁，是个酒鬼。经过深入侦查以后呢，发现李忠身上的疑点是越来越多。这李忠啊，会杀猪，工具齐全，有作案的条件。冯小斗失踪前后，李忠一直没有外出，所以他有作案时间。嗯，李忠喂猪呢，用不同的饲料，所以他们家有各种品牌的这种饲料袋，装碎尸那个袋子他们家也有。还有就是这个，据村民反映啊，冯小斗失踪那天所有的村民都在帮着找，唯独李忠反应冷淡。哎，好像这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好像他早就知道孩子要出事了。这个李忠嫌疑很大，正面接触他。刀磨这么快宰牛啊？不宰牛，杀鸡。那你们这是烧驴？到外边转一圈挺累的，在你家歇会儿啊。哎，那个，来，你啊，就你一人啊？没有，我老婆回娘家了。哦，孩子也带走了？没孩子。哎，那个，我去给你们倒点水。哎，别忙，别忙。我喝点凉的就行啊。
你们聊着，我去解个手。家里种的什么呀？小米儿。收成还好？还行。这个有啥你们就问呗，我还有事儿呢。你这。又想起了一条重要线索，还有一个人呢，接触过保险柜。对，这保险柜就是我跟他一块买回来的，开锁、读密码全有他。你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啊？这人现在在哪儿？不是，他三个月以前调走了。啊，当然，对，当然，应该是有记录的。我已经查了啊，我正在查啊，正在查，也许能找到他，当然也许找不到他。不是，咱关键不知道他掉哪儿去了。哎，对了，刘馆长，听说你酒量不错呀，哪天咱哥俩聚聚，喝两杯。啊，好，再见。为什么你要跟刘馆长喝酒？我要解开我心里边一个疑问。我说你们怎么不问问我，这个冯家小子身上谁给宰的？那是问你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不全知道，但是多少知道那么点儿。你说说。你说把人家给大卸八块不算，还把脑袋给弄没了。就这事儿啊，就在我们这个村里，过去100年都没发生过，都邪了。你们村长也这么说。要我说呀，就这个血案一定是外地人干的，干完之后一跑，你找也找不着。哦，你的意思这凶手不是本地人？哎，是流窜犯。这就对了。你说你们在这儿查，这是就是白耽误功夫，啥也查不出来，还不如找个地方去喝两盅呢，比什么都好。说的有点道理，你觉得杨子？对啊。哎，刘副部，哎，好，谢谢啊，没事，再见啊。妈的，李忠这小子，刚才我进了他家后院的废屋里边，你们猜看见了什么？人头、啊。人头。人头。要人头，我早就冲进去把那小子给逮了。这倒是。那你到底发现什么了？我有那么笨吗？发现人头当时不采取措施？对，你快说。我没那么笨，人头是确凿证据，逮着了就不能撒手啊。是，你不笨。那屋里都发现什么了？小看人嘛。我虽然是新手，可是警官大学那几年你们以为我是白学的？你听见没有？倔劲上来了吧？你也是提什么人头啊？说话不注意，小马误会了，下回注意。来着，我在废屋的墙上啊，发现了一滩血迹，喷溅的血迹。方维这个人有点意思啊，你们怎么看？我说你不会相信他吧？他都保持沉默了，什么话都不说，我相信他什么呀？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哎，对了，明儿你们俩去一趟，把他那个当副总经理的太太请过来一下。对了，怎么把他给忘了？我可没忘。这个方太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那个生发水怎么有点酸味儿啊？哎，
哎呦，我这嘴特疼哎，是不是长什么东西啊？红的，肯定要长包。嗯，涂点药吧。就知道这么多了是吧？就这么多。学生取到了，破屋可能是第一作案现场。打算怎么办？马上拿回去化验吧。干脆连人一块带走。80%的凶险，连人带走，省再来一趟，大老远的累杀小子呢。你这不合程序。喂。走啊，不打自招吧，走，跟我们走，跟我们走啊，我自己走吧，自己走。知道为什么把你请来吗？不知道。知不知道你们家院里那破屋子墙上那血怎么回事啊？你说是哪儿啊？你们家院里头那破屋子墙上那血怎么回事？我赔俩钱不就行了吗？怎么着？赔钱？嗯。行啊，你打算赔多少？200。要不300。一条人命啊，在你心里就值300块钱？杀人得偿命。不是，你说谁杀人了？我可没杀人啊，那杀人的活我还能干吗？我就会杀猪，我可不杀人。李忠这小子是真往死了想了，他是不是知道拘留不能超过24小时，跟咱们这儿耗啊？特殊情况不是可以申请延长到48个小时吗？哎，那血液检验报告传过来没有？没呢。血液检验报告如果传过来是 B 型血的话，那他们家那破屋子就是作案现场，他就是凶嫌，不亮也没用。哎呦，快熬出头了，这趟活忒累啊！80新的鞋底子磨破了。刘哥，我怎么觉得你最近瘦了？真的？啊，有点儿，腮帮都没以前圆了。对，脖子好像也比以前细了。哎，这话我爱听啊。哎呦，悠悠，呼，掉了4斤，离标准体重越来越近了。祝贺我们统帅。哎，化验结果，实际化验结果。啊！什么？猪血？破屋里的血迹是猪血，不是被害儿童的血迹啊。不是李忠杀的，那咱不是白忙活了吗？那他没杀人，干嘛要翻墙逃跑啊？对啊，他没干坏事，干嘛主动要求赔钱呢？请坐吧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堵车来晚了。我是方卫的妻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姓徐。哦，徐总。不敢当。我丈夫方维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，真是很抱歉，我真是太抱歉了。方维的事，你都知道什么？嗯，他父亲其实没有病，
探亲也是假的。虽然他近期没回家，也没有去上班，但是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本市，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周围。你全知道？对。他最近干什么？你全知道？他在偷偷侦查我。其实，哎，谢谢。我早就知道他的这些秘密行动了，就是不愿意戳穿他罢了。能解释一下吗？怎么说呢？方维他觉得我结婚以后进步太快了，自从我担任现在这个职务以来，他就开始起疑心，以为一个女人每天那么忙，每天和同事在一起的时间比跟老公还要长，就肯定会发生婚外恋的。就为这个跟踪你？对，方维他假说回家探亲，其实就是为了知道一个机会，哎，好偷偷的去侦查我，看我是不是对他不忠。我问心无愧，其实就随他去了。哎，让你们笑话了。这是什么？作为方维的妻子，我觉得我的话在法律面前还不够分量，还需要一些旁证。这上面，都是方维近期跟踪我的一些记录，时间、地点都很清楚，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。一定还会有别人也看到过他。谢谢你对我们警方工作的支持。哎呦，应该是我谢你们才对。拜托，今天谈话我觉得不想让方维知道，也别让方维知道我来过这里。我怕他再干出蠢事来。没问题。那就这样吧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他不想让方维知道这次谈话，是怕他干蠢事。不错，这位方太太就是这意思。干什么蠢事啊？好好想想。悬念已经够多的了啊！你要知道，你就赶快说吧。方维要是知道这次他跟踪他太太的事儿被他太太早就发现了，他还能相信这次侦查的结果吗？以后他不还得继续侦查他老婆，盯他老婆的梢吗？我怎么没想到啊？你当然想不到了，因为我是男人呢，我了解男人的心态。哦，因为你是男人？多新鲜！我可不是方维那种蠢男人。对。可你碰上了吕飞那样的蠢女人。哎，你还别说，我前妻可聪明了呢。你提她干什么？哎，怎么一提她你就紧张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短处让她给抓住了？说。我没杀人，我真没杀人。我就杀一口猪，真的，我不能骗你们。杀一猪也至于偷偷摸摸在一破屋子里头干呢？那猪不是我们的。谁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家猪惊了跑到我们家院里来了，然后我就给弄到破屋里给宰了，就这么点事儿，没有别的罪过，我不骗你们。在农村丢口猪可是大事儿，我们在村里这些天怎么没听说呀？就是丢猪人家没嚷嚷找吗？你说我也纳闷儿啊，你说什么家把猪给丢了还不到处找？找了，一定找了，要不然你们咋把我给拘过来？是啊。这个刘馆长智商也太低了，现在才想起了那个调走的职工有嫌疑啊。这长期在席面上陪领导喝酒，脑子多少有点迟钝。何月他们正在调查那个调走职工的下落，本案的突破口可能就在这个人身上。别抱太大希望。为什么？这次看现场，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我也有一种感觉。
我觉得我们走了这么多弯路，这一次的目标可能不会错。这个案子违反常规太多，你别那么乐观。大曾，我觉得你应该有信心。这个调走的职工是最早接触过保险柜的钥匙和密码，后来又主动要求调走，现在下落不明。找到了这个职工，这个案子就会水落石出。经过深入调查，李忠其他的犯罪嫌疑都已经被排除了。他们家破屋里的血迹是猪血，据说是邻居家的一头猪跑他们家去了。奇怪的是，这猪丢了以后没人找。你说谁家养大一头猪容易啊？还就是没人找。哎呦，说别提那猪了，行不行？够烦人的。总之呢，李忠不是碎尸案的凶嫌。到目前为止，所有的线索都断了。你说完了吗？李队，我这儿还有一个消息，收藏馆被调走的那个职工有消息了。什么？找到了？在哪儿？不是，他人已经不在了。死了？对，2个月前一场车祸。要不要我去事故科拿调查报告？不必了，这个人与本案无关。完了，线索又断了。笑死了！来，干一点啊，为早日破案。好，我干了你随意，我好大口酒。我问你啊，嗯，你们博物馆有几个保险柜啊？几保险柜？我轮着想想，哎呦，行吗？别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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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，谢谢。嗯，不用扶，不用扶。你看我这样像喝多了吗？不像，我喝不醉。我那天你念绕口令。800标兵奔北坡，北坡炮兵并排跑，炮兵怕碰，标兵标，标兵怕碰，炮兵炮。粉红墙上画凤凰，红凤凰，黄凤凰，粉红凤凰，花凤凰，你能来吗？我看你是越喝越精神。哎，我这就是这样，常喝，越喝越精神。全搞两牙，我常喝不醉。哎呀，而且我能把这个气氛搞得吧，特别特别的活跃。看出来了，你挺活跃的。开门呢？哎呦喂！快请坐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李警官，好人，你是好人。我这个人呢，就愿意跟好人交朋友。对对，我这儿有中华烟，专门招待贵宾的。少坐，少坐啊，少坐，少坐，少坐。大中华，嘿，坏了，谁把我中华？老刘，嗯，我干嘛？你干什么呢？我找烟呢。你找烟动花盆干什么呀？我动花盆干嘛呀？我这你这我烟放哪？李队，我没来晚吧？你发现什么了？
我刚才喝了八两酒。你真喝酒了？我说你还有心情喝酒啊？我喝酒是有目的的，我是想试试这刘馆长到底有多大酒量，喝完酒以后糊涂不糊涂。现在全知道了。发现什么了？我发现这个刘馆长喝完酒以后，在一段时间里有下意识搬东西的习惯。搬东西？我想做一实验。案发那天你回头了吗？没有。现在也别回头，继续往前走。你什么意思？让他演示一遍发现金波被盗的过程。慢着，金箔丢失以后，其他玩意儿打开过没有？没有。打开看看。你是说其他保险柜也被盗了？都打开看看。哎，哎呦，那我早就应该想到啊！你说这钥匙丢了，要是被坏人拿到了，那不所有保险柜的东西都被盗了吗？哎呦！呦喂，呦喂，呦喂！呀，没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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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爷，没丢，这是二号，这是二号。这里边放的是图纸。呀，没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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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好，没丢，真没丢。哎呦，这没丢！哎呀，这是空的，打开看。不是，这是空的，这我知道，它里边什么也没放，这我知道。所以，啊，对，没错，这是空的，空的。这不是我丢那串钥匙吗？谁给放这儿了？哎，这是谁放的？你说呢？两套钥匙都归你保管，对不对？嗯。难道是我放的？我等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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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把灯开了。仓库堆的都是用不着的东西，扔了又舍不得。这全都是些这辈子也用不上的东西，但又一直舍不得扔。哎呦哎呦，小警官别动，这脏，全是土，全是土，别动了，啪，这您瞧，全是土哦。刘馆长，哎。这几个箱子是干什么事？这就是原来我们存那些珍品那些破箱子，后来这保险柜买回来了，都挪保险柜里。空的，空的，这空箱子，空的，空的。李警官，李警官，哎呦，我的队长哟，不，呛死了，挂，多脏啊，不。我们在这也找不到有什么价值的东西。对，全是空箱子。快，您这边，您这边，哇，哇，哎呀，空的，跟您说是空的。肖警官，您衣服它蹭脏了。跟您说呀，有李队长，您说，我的警官呢？那里边空的，跟您说，那是空。呵，呵呵呵呵。
刘馆长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金箔呀。哎呀，金箔，金箔。这就是你报案丢失的那箱子金箔？对呀。那这不没丢吗？是啊，没丢。他怎么没丢呢？问谁呢？这得问你自己啊。刘馆长，酒量不怎么样。酒量，想起来，那是几月几号来这儿？领导给我打个电话，说有个日本客户让我去陪，我就急着忙活，我就去了。我陪着日本客户干，我就把他干倒了；我又陪着领导干，我就把他干。最后把我醉的是些什么都不知道了，把我运回来。我把这箱东西给彻底的忘了，我给拉到这儿了，可能是这样的，可能是这样的。还有一种可能，什么可能？啊，那就是说我回来了，不省人事，我稀里糊涂的又把它给运回来了。还行，酒醒过来了。那我到底是把他落到这儿了，我还是稀里糊涂地把他运回来了？哎，李警官！哎，李警官！李警官！肖警官！李队长，你没事了？那就是说，盗金案根本就不存在，没事了。我这边没事，你那边有事没事？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。所谓金箔被盗案已经了结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全力以赴侦破碎尸案。嗯，人多力量大。金箔被盗案的破解给我提了个醒，我们今后破案的思路得放宽点了，千万别被那些因果关系给绕住了，得考虑那些寻仇报复以外的其他犯罪动机。那是什么？这正是我们现在要弄明白的。天明，你把冯小斗最后的活动路线跟大伙说一遍。情况大概是这样的，7月30号下午1点左右吧，冯小斗离开了家，跟他爸妈说呢出去找同学玩。他找同学恰好不在家，他就一个人跑到村东头去了。大概是半个小时以后吧，还有村民看到他一个人往池塘方向跑，但是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。小斗的死亡时间是在午饭以后，也就是说他冲着食堂去了不久就被害了。死亡时间大概在下午的2点左右。看来第一现场应该是在池塘附近，重点村东头。对，经过我们了解啊，村东头也就是有20几户农家，挨门挨户排查，一个也不准落下。这么晚了，一个人还研究什么？琢磨琢磨，这现场证物也许能给咱们提供点线索。我觉得这根绳子可能能帮助我们什么。哎，这回咱俩可想到一块了。你看这绳子上有个扣，我试着给它解开。
系扣的这个人是个左撇子。调查结果出来了，这个村就两个左撇子，一个被证实了没有作案时间，另外一个叫冯宝义，死者家的邻居，跟死者家关系一直都很好。我们去过他家，倒是没发现什么直接的线索。二哥在家吗？哟，是宝义兄弟啊。嗨，你爹药给抓回来了啊，让嫂子赶紧熬上，早吃早好。哎呦，兄弟多亏了你。哎呀，我这日子咋过？哎呀，二哥，咱们一笔写不出两个冯字来，这都是我应该的，你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。行行，你回吧回吧回吧。不坐了啊。不回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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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我这回吧。李队，这就是那个左撇子冯宝义。忙着呢，老冯。哎，呵，这大热的天儿，口渴了吧？我给你沏茶去。不用，老冯，你忙你的，我们就随便看看啊。最近有什么情况吗？倒是听说了，这个街坊四邻成天老吵吵这事儿。嗯。家里没养猪啊？养了三头，一大俩小，全在村东头了。走吧，走吧。有什么情况啊？及时来找我们啊！哎，好。哎，这袋子从哪儿来的？您说是哪个袋子？借我们用这个啊。行。看见这袋子了吗？跟装碎尸那一模一样，我当着冯宝义的面取的证，这小子肯定明白咱们怀疑上他了。嗯，上村东头他们家猪圈看了一眼，跟现场提取那根差不多。行，别费他劲了。哎，你说这打火机邪不邪？该着的时候他不着，不该着的时候着的好着呢。明儿咱有钱了买一真的，这破贼一会扔了。我说李队，还不快把他拘起来，等什么呀？咱们急什么呀？盯着他，等他自己露出来。去哪儿啊？走吧，我们送送你。我们在你家里发现了一只木箱子，箱子里有大量擦抹过的血迹，经检验血型与死者冯小斗完全一致。抬起头来看看这个，这也是在你家箱子里找着的，还认得吧？快给我把刀，我要在冯家面前抹脖子。说为什么这么干。为什么？哎，
心乱如麻，真是不知道怎么跟二哥他们家交代，又不知道花多少钱给他看病，到底犯了多大罪，心里就更没底了。于是，为什么呀？案犯交代，我们很快找到了冯小斗的头部和那把砍刀。再补充两句，冯宝一扔刀子没砍着那猪，那猪跑李忠家去了。李忠在地窖里偷杀的就是这猪，冯宝一因为这猪牵扯到一条人命，所以丢了也没敢找。本案